我现在来到这个展厅，就是一些调味品，还有面条、空心粉、意大利面这些的。这种熏的奶酪味道也不错，就是有点咸。苏联的老牌子，这是韩国的食品，韩国方便面。其实中国的方便面企业真的应该进到俄罗斯市场，因为俄罗斯的方便面实在太难吃了。越南粉、佛钵，这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展柜，然后这边是沃罗涅日州的展柜，这是新西伯利亚地区的展柜，诺夫哥罗德的展柜，豆腐，现在所在的展馆都是红酒和相应的一些下酒菜，摩尔曼斯克的特产。科斯特罗马州的展柜。奥姆斯克州的展柜，西伯利亚地区的。这苏罗马也是西伯利亚地区的。伊比斯克州的。土耳其。吉尔吉斯斯坦，拉斯诺达尔，阿巴罗夫斯克，这是白桦汁，白桦汁非常不错。阿塞拜疆，阿塞拜疆也是出产葡萄酒、白兰地这些。这边是意大利，的特产松塔，松子1250，还是有点贵。意大利展区弄得很大，西班牙的。西班牙就是橄榄油、葡萄酒。阿尔泰边疆区的亚美尼亚，亚美尼亚也是
产这个葡萄酒和白兰地，味道也是不错的。